Good morning, Jesus. 耶稣讲真，兄弟姊妹，大家咪高赞。一再去和咱大家做伙来看约伯记第34章二十九节。伊个人安静，啥物人会当扰乱呢？伊掩面，啥物人会当见伊呢？无论太一国，也是一个人，拢是安尼。大家第一句话，伊和人安静，咱就想到伫新约中间，上帝会当伫丰盛的内面和人安静。今天你我在这种疫情的里面，虽然在我们生活中间遇到很多的事，不过不能忘记，上帝通过着耶稣基督，永远要让我们安静在祂的里面。兄弟姐妹，当我读到这时，我就想到这些学生，他们在深夜在屋顶面去遇到风和影，在那个地方他们是抓鱼的，他们真有经验，他们没法来控制到那些船的时候，他们就来找耶稣。在那个地方他们不是等候就风影将他们吞吃，不是在那个地方只有经历就怕，他们知道有耶稣基督他真多他们的话，所以我们看见主站起来后，就在那个地方刺激风和影，我们看见他一伸手，风影就平静了，点了吧，静了吧。兄弟姊妹，我们听耶稣基督对着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你的内心中间是不是可以产生这样的感觉，产生约伯在困境的中间，在这段圣经一开始就跟我们说，他让人安静。这个安静不是普通的安静，乃是你失去了恩望和安慰中间的安静。在这么亲切时候，上帝故意将着我们他所给我们的先收回，因为我们常常就是看中我们所抓到我们有的，有很多时候我们只要要喜乐欢喜恩望安慰经历温书理想，但是大过着这位享受这些东西的主，为着听的缘故，他给我们在艰苦的环境里面遇到风和影。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挖苦他在他里面的时候，就参照这段圣经中间所说的，他可以让人安静，无论外在环境是如何，今天你我都安静在他的里面，就是什么？担着主恩的滋味。兄弟姊妹，你安静了吗？让我们做伙安静在他的怀抱里面吧，挖苦他做伙三个来走，做伙来祈祷。感谢主，还有这段时间通过你的话，看见到约伯所经历的，他说是你让人安静。虽然外在失落这么多，但是在你的里面的确有平安，有安慰。虽然外在风影那么迫切，让人会惊吓，但是你有法刺激到他，因为你是关灵的。主啊，我恳求你，让我们能抓到你，跟对你的脚步来走。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们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愿上帝赐福你和你的一家。